秋天的加拿大人，现在是今天是10月24日，那些葉的樹葉開始變黃變紅，可不可以看到邊頭那些小朋友玩一拍，沒有人了，現在等著女兒的巴士回來，但未見到個女兒巴士，現在對面起了很多屋，好了，等個女兒回來我就回家。個水塘應該結曬冰嘅，哦未啊，未結冰呢個時候。而家呢度睇唔到啲水，對面睇到啲 townhouse 啫，起咗好多新嘅 townhouse。奇怪，咁耐個巴士咁耐都未翻。水塘啲樹開始變黃，哦，係咁啦。